可是胸部小又不是他故意的。没有，他就说你要学小 S， 你胸部至少要几个像样吧？像样，那你就改成模仿阿雅就好了。不是你半年模仿全身就轻松了。现在每隔三个月不找他阿雅，会很难过。他胸部不会跟我计较。好气！我都是大地色，都是大地色哎。妈，这个你要不要拿回家？妈，哎，这个是你的 style， 真的九令穿过哦。我是开个小玩笑。现在请你示范从水里冒出来，然后表情很脱俗一杯 ，action， 然后要这样冒出来，然后就很硬的转转头，然后就比较像库斯拉从水里出来吧。很硬，真的哇，很硬哎，那个根本是个幽灵。你不是应该把头发稍微甩一下，然后，比如说你出来应该是这样，你这脱俗啊，你好色情啊 ！A B 旅游的表情吧？没有，我真的太适合拍 A 片了。我脱背心其实是没差的，脱背也不错哎。没有，他要穿着。真的吗？真的哦。他穿着很像什么苏乞儿之类的。没有，他那个就是跟我这个一次画龙点睛。对呀，这是画龙点睛。可是演员那个真的多了。我脱。那钱伯瑜呢？我是要脱吗？钱伯瑜白色要脱掉，真的。里面是什么？就是项链啊，因为其实我因为甜甜他比较丰腴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干嘛让他露？你干嘛让他露背膀？对，因为肖老师这是什么？那全部都溢出来了。你把它放回去好吗？如果他是全新的张晋鹏，我会把他打死。不是你鬼新娘，对，就结婚当天被车撞死，然后回阳间，希望你有得过金曲奖啊？有入围过最佳音乐录影带？不可能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跟大 S 那张啊，你有脱吗？有脱，但大家没一闪就过了。凭什么入围的？应该是导演吧，导演拍的还算不错吧。你这样不觉得有被羞辱？就是说唱了半天，就人家让你音乐录影带入围。我已经在节目上诅咒那个评审很多次，以后入不了围了。你要艳的还是清纯的？清纯的，像你这样最好，我一定点汤全场，就是进来就不要再出去了。你现在跟我变相的表白吗？也还好吧，太好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到我的话，就现在把上衣脱掉。讲屁话，怎么可能？白蛇遇到许仙要怎么？谁是白蛇啊？你演白蛇好，你麻烦演一下许仙。好，没问题。扫地，像扫地，冲向你巴肚内面有啊？你哪知？看嘛知，因为你胸部变足大。你看无？如果到时候王家卫啊、周星驰都找你拍戏。我真的会气死！你可要记得提拔一下许熙娣哦，让他演一个配角。一起拉我进去演几个小角色啊！一起，我可以露点。老是搞这一招。请问除了女明星之外，一般人用得到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路人多夸张，对，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明星才会做这种事情。那个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才800块。所以你说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这要不要买？一定要买，很值得买。这个不会太夸，而且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，买那么多个，好浪费钱哦！你800，可是它加起来还不到5000呢，每个单价都耶，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用一辈子嘛？这里可以啊，都没用嘛，你还可以带进棺材。这个呢？小短裤，那个这个里面还要再内搭一些什么？不用，这穿起来很好看，因为它很包臀。这你敢穿吗？走在路上，我常穿啊，那上节目也穿啊。真的、啊，你现在穿给我看，快点，去哪里穿？你去换呐。到现在我们两个好寂寞，还要跟他推荐这些烂东西。所以你说你在演唱会上面活蹦乱跳的时候，一下台就……不会，这倒不会。可是你回到饭店会觉得好空虚。那个不是每个歌手开完演唱会都有的感觉？那就找人呐，找人干嘛？陪你啊。陪我干嘛？睡啊！可以吃你吗？我可以吃啊！为了你死，我什么都做。所以你今天请他来，你真的有跟他明确的讲主题，说我们是要请比明星还漂亮的家人吗？
有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哦好啊，那就是我。不是，他本来不想上，我说快点啊，妈妈都跟我上过了，然后我妈还在家里吵说为什么不是我上，为什么不是我上。然后我姐就一直很不想上，我就说有钱赚哦，我就一直用钱吸引他。哦，所以赚的钱来的。所以姐姐并没有觉得说我美倒是有超越妹妹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倒是不会这样觉得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觉得赵哥现在看起来跟剧中的丁强哪一个年纪比较大？我觉得丁强应该比他小很多吧。他是七十嘞，我觉得现在的婆婆妈妈都没有时间看书，因为可能都在顾小孩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声书很贴心啊，你就可以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就拿片 CD 起来。可是万一婆婆就在车后座呢？她就是要给我觉得是全家人一起听，她是婆媳可以一起听的，婆媳可以一起听。因为你就说。你要一直说婆婆的好话，那婆婆在后座听了会怎么样？因为很开心啊，你就马上跟婆婆说，对婆婆，你今天因为里面就有讲说要多说好话，她说像她婆婆煮的蒸鱼很难吃，可是她想讲话婆婆会不开心，所以她就要讲说虽然难吃，可是很健康。婆婆做的鱼很养生，挑对礼物，婆媳心更近。我婆婆非常虚荣，一定要拿到名牌包。虚荣啊！怎么会叫婆婆？没有这一篇。我说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务实，她都不想要拿名牌包。哎，狼可以来哟，来哟，来哟！哎，我是这个哈杀猪的了哈啊，我是这个杀猪的这个康师傅了哈，康熙的康师傅哈。啊，我这个平常兴趣也是有在浮潜哦。啊，你兴趣不是去 motel 吗？哎，不是啦，也有浮潜啊。啊，因为 motel 里面有游泳池，也可以浮潜啊。这几样哦，里面哦，我最喜欢吃哎这个哦，姜丝番茄啊。可是番茄看起来好像很正常，怎么会选它？因为夏天哦来讲哦，退火退火，免得一直去 motel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么了解我，不同的口味。我想旁边那位先生应该是不认识胡夏。哎呀，你哪里人？那个台东。台东人，台东人，你杀过几个人？是经常有客人这样问我。其实是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有也不能在这里讲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所得到的票数哦，就是首先我们要送走离开的是得到十票的黄登辉，请你离开吧。为什么？请你拿着你自己的小板凳去外面坐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黄登平绿的旗。十年之内，你觉得会过世吗？哇塞！哎，班长，这个前面机会比较大一点。其实小孩还小，帮我拉生意。其实在，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问题。不见得年，不见得年轻就不会先走。对对对对啊！别观察是地上，地西人，不是地上。那个五位同学，我们乐观一点。哎，老屁股聚在一起，怎么那么有话聊？